谢谢哈、啊，陈先生校友说他的一个学习历程，还有在学校当中的学习对他一生的影响。那同学们，现在你以清华为荣，未来我们清华是以各位为荣，我们现在就以校友为荣，对不对？好、啊，尤其清华国中80周年校庆，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各行各业，有政治界，有艺文界，有演艺界，还有所有的各行各业，我们校友真的遍布在国内跟国外哈，所以我相信未来同学们，在座的同学们，未来啊都是我们国家最有用的人才。最重要是你要对你自己要看重，就像我们的陈建州一样，陈建州先生，我们的校友一样啊，他对自己他知道要如何安排，我应该如何发挥我自己的我自己的优势啊，我的长才啊，不但是篮球打得好，书读得好。最重要是他对他未来的生活、未来的生涯规划规划得非常的棒啊！那在这里，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我们陈建州校友啊，为您谢谢。那好，那在这里我们谢谢啊我们的校友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感谢状啊，要送给我们的陈建州校友。来，我们的篮球队啊，目前在要在4月份的3月底4月我们要打全国赛，在之前的高雄的决赛，最后一个那天我们在高雄打，好，初赛的全国的初赛的时候，目前我们是全胜啊，我们是全胜，当然球是圆的，希望在。最后的总决赛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拿到全胜哈。好，那我们现在非常谢谢啊我们的校友啊陈建州先生啊对我们篮球队的一些支持啊跟鼓励，对孩子们的鼓励。当然在这边有很多媒体的大哥大姐嘛，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80周年校庆，不得不提一下，我们是北一女和建中考上最多的学校。谢谢谢谢。掌声在哪里？掌声这边。掌声在哪里？好，谢谢。未来有可能进建中啊，北一女的，哦，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篮球，屡屡冠军，不好意思。那因为今年我觉得清华国中也是蛮被看好的，那我今天也带了礼物要送给要准备打决赛的一些我的学弟，我先帮你们验货啊。送他们一人一双 Paul George。 哦，来，掌声掌声，好，谢谢谢谢。哎呦，那个脸看起来蛮开心的。好，那我一双一双就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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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教练。赛斯伯格的话就多穿一些袜子啊。有有有，一鞠躬掉，不要三鞠躬，好吧？好，谢谢。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这个仪式相当隆重啊。
好，我们谢谢我们校友啊，对我们80周年的校庆啊，给我们赞助，非常感谢感谢。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把我们那个杰出的校友那个陈俊忠先生他的球衣，我们把它高挂在我们的球场。那我们等一下就请校长跟他本人，然后帮我们把那个揭下来。